你有看到吗？那个腰真的是相当紧致，肯定每晚都有跟我进行深夜瑜伽啊！你问我有多深夜？整根伸进去。Hello，我是柠檬。今天崩铁公布了版本2.5的角色例会。当然，我们身为一个健康、阳光、狐狸至上的频道，我已经等不及好好的把玩它的狐狸耳朵，把它彻底蹂躏成我的形状啊！你问我怎么蹂躏？先把它慢慢的掰开来，跟下面一样。这么说来，它还是风属性的巡猎命途。我们心中终于有一个限定的巡猎角色，我相信巡猎星神肯定是痛哭流涕，而且风属性的直伤主息也是很难得。我肯定入手一只，晚上帮它改命途。你问我改成什么？我肯定把它改成繁育，狠狠的跟我繁育整晚啊！而它身上也有许多亮眼的地方，像是它手上的这把枪刃，跟我岩枪的构造一样，一个攻入一个射出，比较不一样的应该是子弹方面吧，因为我的子弹有几亿发。而当你仔细的往下一看，它身上有许多地方都适合狠狠的深入探索，像是它腰部的2个小孔，我平常都用手从那边钻进去，还有上面的2颗抹茶马蹄，旁边还有为了我留下一个紧致的小缝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，这个小缝怎么用？我肯定请它用力的夹着我那热腾腾的巨型炮管，一夹就发射。